所以说政治最好的方式是你辅佐对的人，或者说像我们就是去接弊，有着议题出来我们就监督政府骂政府。如果今天无论是郭台铭、柯文哲、侯友宜，我们就不要讲谁啊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会出来，就说他们今天当总统了，中央做不好我也一样会念啊，我也一样会骂啊，当一个监督者嘛，对不对？